啊，那么后面我就可能带一点点的创意，就是谈品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所以我大概是重点在前半段，那后面大概就简单就是跟各位沟通一些观念的性的部分。那么互动的定义呢，我跟各位讲一下，我抛的媚眼你收到了吗？好，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将来这个互动电视，好，或者是将来我们手机做这个 interactive 的时候，好，如果你收到的媚眼，你可以按一，好，让我知道。你如果没有按到，那么你很想吐，你可以按二，好。那么所以互动将来产生的东西，其实跟我们人类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部分。那么我们先谈到说互动技术的概念，哈，各位，我们现在一般呢，这个娱乐性的一种活动，各位一定常常都会碰触到，比如说我们到华纳微秀去看电影，或是我们到钱柜去唱卡拉 OK 啊，我们到这个百视达去租片，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这样。但是未来在互动这个市场世界来临的时候呢，这些事情一样在发生，可是这些事情我们可能都在家里发生，就是啊，各位，像现在比如说像中华电信推的，现在名字 MOD 好像名字叫大电视，好，或者是说东森，好，或者是这个中嘉，他们开始推这个所谓的 set up box， 那么到各位家里去安装，那么你家里因为一个机上盒，你的生活一样，娱乐性的生活会变成怎样，你都可以在家里执行，就是说我可以在家里可以用streaming 的方式，或者是 download 的方式，我就在家看电影。那么我租片呢，我也不需要跑到百视达去，我可以自己在家里，哈，我就是租片的。那他给你一个 password， 你大概看个几天。那卡拉 OK 也是可以在家里直接欢唱，好，因为这种功能就是说所有的平台架构都做好，那么所有的 content 呢是放在他的 data， 好，那么这个 box 里面呢的 hard D， 就是这个 hard disk 里面呢，它的这个多少 mega 数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可能是有30 giga 或50 giga， 好，那有的就是说你买这个 box 是普通级的，就好像我们家里的电话有没有？你如果到中华电信来，安装电话，我就给你一个很丑的话机，反正可以通就好。可是你们可以自己到这个，百货公司去挑一个很漂亮的话机，把它换上去。好，所以机顶盒的业务也是一样，就是说电信公司在推给你这个 service 的时候，他给你的机上盒是最简易型的。那你如果要升级，好，比如说你要 VIP 或顶级的，那你的功能可能就很多，比如说 box 里面可能有 hard D， 那么可以储存比如说50部电影，或者是说我现在参加了一个卡拉 OK channel， 让我自己 download， 我可以 download 100首歌放在这个储存空间里面。那可能我们礼拜六同朋友来家里唱歌的时候啊，我就事先把好这个好朋友哈，就是比如说他们喜欢唱的歌我都先点好，好，然后就是已经储存在这里，那其他的部分就陆续做 update 的功能，这样的话可以便宜。所以呢就开始会有所谓这个叫做娱乐家庭的设备，就是另外一个生意的。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会家里换一个大电视啊，然后要这种什么投影器材啊，音响设备就会增加，好，就是这个部分是跟我们生活有很大的改变跟关联。好，所以个人的时间就变得很有效率，然后我们的娱乐就变成是被动变成主动性。好，然后再来就是客人那个家庭就变成一种客制化的欢乐城，就是随心所欲，你可以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好，那么互动技术的一个解释，我跟各位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你们现在一般来讲比较常常听到就是 Internet TV， 好，或者是说就是所谓的 IPTV 啊。 IPTV 其实在台湾推得蛮辛苦的，因为 base 不够大哈。那将来就是说电视跟网际网络结合，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将来的，上一次开会我好像有跟很多同学谈到，就是说将来的电视跟电信它这个市场的这个会大家会竞争，好，然后就是说那个时候到底是有线电视，就是如果我们先来看电视族群大概有400万户，那电信这一端我们在运用这个电话的可能有600-700万，好，那两端都开始是透过 box 之后，它也可以上网，也可以收看节目的时候，到底电信公司会做大还是电视公司？
未来的这种平台的竞争，这个就是未来他们会产生的一种竞争力。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互动技术的名词解释，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其实是弄一个很简单的图，就是现在我们谈到是可能网络电视IPTV Internet TV， 那像中华电信那是属于 Intranet 的，就是比较是封闭型网络的。好，那封闭型网络的走法跟 Internet 的走法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将来呢，它在升级了之后，可能两年之后，整个互动电视的 popular 会，就是说它的那个市场的那个接受度跟那个影响性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就所谓会走到这个互动电视啊。那互动电视就是说，我们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呢，事实上很多东西是即时性的回应。好，比方说像现在各位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在看2100的时候，他说诶你可以手机打几号，好，其实那只是一部分，好像他其实还没有做到相对的互动。可是真正做到互动性的时候，人家常开玩笑说台湾的电视齁最好玩，台湾的观众呢这个思想的这个思考性呢是最厉害的。为什么？我们的电视这边也在看，这边上面在跑马灯，下面也跑马灯，这边就很忙。我们在看电视好忙，有没有？你在看那个新闻，这边也跑马灯，这边搞不好跟你说有什么电视邮购啊，干什么哈？所以我们常常一心好几用，所以人家开玩笑说你们台湾人好厉害哦，三心两意，什么东西都可以一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这个其实就是电视台已经慢慢在调整，就是未来这种互动性。好的，让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慢慢已经就是接受这样的一种讯息跟观念。好，那么这个加强式电视就是 Enhanced TV 哈，这个部分就是说未来的 Internet 的网络电视互动电视，它将来会在加强就是资讯产品跟家电产品的一个结合性的一种新的一种服务。那这个时候就是它会提供很多很多的东西，比方说它有个人化的服务啊，付费电视啊，商务啊，等一下我会谈到 EPG 的电子导览的，就好像各位现在看那个 Portal 有没有，你们上网雅虎或者是那个 Kimo 啊，你上去你可能可以 search 啊，将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电视的时候呢，无线台跟有线台就是可能有我不知道多少台了，可能有几十台吧，100台。可是将来可能这个电视变成有500个 channel， 好，800个 channel， 就是开始都走向个人化分众市场。那你怎么样去 search 这些？你就可能要电子导览这一端就 search 的功能就变很重要，因为将来透过这个 box， 很多生意都可以产生。比如说各位的银行啦，网络的这个银行啦，或是物流，大家可以卖很多东西啊，什么什么个人化的东西都可以透过这个就自动化在家里。好，所以这个商机是无限。那也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抢，好，抢客厅抢房间的那一个 box， 就是这个东西一卡位到各位家里了，你不可能随便再换。好，所以你们家如果安装的是中华电信，你们家安装的是东森，将来那个服务是绑在一起，它有很多很多的商机在里面。好，那么这边简单的讲就是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多人会听到，就是随选视讯，就是 video on demand。 那 video on demand 就是我刚刚谈，就是说它透过这个 box， 好，然后呢后端就是有个 server， 它所有的节目或者什么可能有一个储放在这个所谓 storage， 就是之前台湾有很多人开那种什么 IDC 有没有，很多都倒掉，就是太多。那个其实是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很大的生意哈。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生意在哪里啊？就是你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节目，可是那些节目需要有个很大的储存空间。那这个储存空间呢，它必须要被压缩，好，在一个 server， 就是那个整个那个 server 要很大哈，就是 storage， 它可能要放在那个地方，那投资设备是很高的，好，以前包含宏基啊什么很多公司都有投，可是问题为什么很多公司经营不下去？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content 来放在你这里嘛，就好像各位你们现在到银行有没有？你们去租那个保管箱，有没有？那保管箱我租给各位，那得要有人来租保管箱，我才会有生意嘛。所以当时就是有很多业者他走得很前面啊，像中华电信他们以后也可以提供这个服务。那这种情况就是说有很多公司要靠这个
就是说我让你们来放在我这里。然后另外第二个生意是什么？就像宅配，就是做影音的宅配。比如说我有很大的这些 storage， 所有你们的片子都放我这里。好，那你今天你客户来我这边订购，好像买一个保管箱，好，我简单讲，那你现在告诉我说，哎，我这个节目要发行到哪里，我就宅配给你送到那个地方去。好，之前有很多这种大集团，他们其实是很想做这个生意，就是说，可是因为投资的都比较早，那台湾整个数位化的发展其实速度是比较，就是跟预期有一点落后了，落后蛮多年，所以会变成说跑太快的时候，很多公司就变烧钱烧得很厉害，很多没有办法经营。那像国外的话，其实这方面是这个数位化，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等于是在做数位化的发行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好，那这个就我刚刚谈，就是说你可以透过 setup box 啊，或者是这个任意的点选你所要的任何的节目哈、哦。然后 VOD 哦，这边我讲的，就是它的应用其实呢很大的市场哦，是有线电视广播哈、哦。那应用的场合当然很大，比如说学校啊，我们做培训啊，好、哦、电子图书馆呐、啊，或者是那个 kiosk 有没有？以前那个全家，像现在那个。捷运站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资讯站，好 ，kiosk 这个都是多媒体的资讯站，或者是说，我们在互联里面看到的短片什么东西。但是如果要做到 video on demand， 像中华电信，它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一对一，因为那个其实技术门槛跟整个储存空间要相当的大，好，所以呢，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技术，包含串流的机制什么什么，很多的技术层面的问题，那就变成是说，其实都是比较虚拟的，好像那个原来好像东森吧，之前大概做的是类似那种 NVOD， 好，就是比较像电影院的形态。那将来可能市场如果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比较能够做 video on demand 一对一的，因为不然现在其实有时候它 cost 是蛮高的。那再来就是互动技术的名词介绍哈 ，video on demand 简单我跟各位。整理了一下大概三个部分，一个是属于点播方式，一个是属于主播，那么一个是一个广播方式，我先整理了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点播的方式就是说好像你现在我们在给用户你可以选择播放的节目啊，我们可以有好像录影机的功能啊，好，就是说你可以来 control， 像现在那个 box 有没有，如果你们各位有装那个中华电信，你大概也可以前后找袋子啊干嘛很多东西哈。那么第二个就是主播的方式哈，就是我刚刚讲的比较接近电影院的观念啊。那么它是比较没有互动性的，好像你今天到华纳微秀来看电影，我现在在演海神号，三点一场，好，三点十五一场，好，三点三十一场，那你自己来配合那个时间进场啊。那么再来一个是用 broadcasting 的方式哈，就比较像我们现在一般在看电视节目哈，就是好像你在租片子，没有什么互动性，但是我放给你，你就来接收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态。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谈的，就是 EPG 哈，就是所谓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 portal 的 gateway， 好，就是好像我们你用网络的形况先来概念的思考，就是说各位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将来可以做多少生意啊，它透过一个 search， 那么你可以去看啊列印啊所有的频道的节目的清单哈，或者是你要先预看片子，或者是你要有节目的简介，好，那甚至于这里面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包含线上购物啊，网络游戏啊，好，或者是金融交易啊，随选视讯，有蛮多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生意哈。所以呢，将来这个 Portal Gateway 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就好像各位现在上雅虎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前面那个 banner 那个广告都是很恐怖的，那个很贵的啊。那么这一段我跟各位大概简单讲一下，就是那个互动技术的那个编辑的架构啊。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其实是我把前面的那一些做了一个整理的表格哈。那么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假设哈，假设这些点播的方式，第一层各位看哈，就是它的系统，好，比如说这个 IVOD、VOD 或 NVOD， 它都是一种系统，比如说随选视讯，它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所谓的点播的方式，比如说你是用组装的啊，点播啦，还是说你要用 package 的方式，哈，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套装方式在做规划。那么再来这一端呢，就是所谓的
祭次付费的，或者是说你要预约祭次，或者是你要用电子节目导览，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的结构是在这里面，你可以去选择。那么乐听人哦，就是你可以向上，你可以用怎样的方式，所以将来每一个人是可以就是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好，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说，诶，这个 channel 一个月80块，我就付80块，问我选三个我喜欢看新闻啊，或者是财经的东西，好，或者是卡拉 OK， 我可能就付240块，我根本不需要像现在有线电视说我一个月付600块钱。好，那可是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根本也不要一个月付这些钱，我看多少算多少。好，所以我可能只选择有的 free 的节目，但是有的我可能用类似好像租片的观念，好，用这种方式。所以每一个人就开始去做个人化的选择，那就会有客制化的节目表，因为到时候电信公司呢就会知道各位的需求。比如说有些同学很喜欢财经，可能有某些人很喜欢看那个情色的，那反正只要有新的节目，我就 push 出去告诉你们说，现在有新的节目，你要不要来买？好，然后他都是开始会做分众式的一对一行销，好，这个就是他的准确度就会非常的高。好像太大声齁，还好，就是万一不小心觉得我讲得很无聊的时候，想打瞌睡的时候，我还可以吵醒一下哈。好，这个就是 IP 那个付费的哈，然后好。那么第二个，我跟各位讲这个互动技术的实例分享啊，这个其实可能很多人可以，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各位如果出国，好，你可能到日本或到香港，有没有很多日本就有料无料，有没有？好，那香港有很多付费的节目，好，台湾现在其实慢慢也朝这方面在那个，但是怎么讲？我看起来台湾可能速度会慢一点点啦，好像前段时间那个什么那个。有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旅馆叫什么，在林森北路那个维格，对对对，维格哈，好像就有人在里面看 A 片，结果说他违反什么什么什么法被抓到，有没有？那其实在国外这种东西其实很正常，就是你个人来到这个房间，你使用了，你要看所有的片子，其实是你每一个人私人的运用度，其实它并没有牵涉到公开使用的问题。好，因为大家关在房间里，你喜欢看电影看什么，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那台湾现在到底将来这一段它的法律问题是不是会有牵涉到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法律的问题，这个不知道。好，那但是重要的是说业者本身也要取得授权。好，就是这里面大概有两块，一块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一块就是属于 copyright 的授权的范围。好，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假设我在经营这样的一个情色频道，那么我付费的 channel 你在所有这些旅馆看到的是合法的，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是业者自己到这个百视达去租个片来给客人用，那就牵涉到这个著作权违反的问题啊。当然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他违反的是哪一个条例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般国际级的酒店常会用的所谓随选视讯的系统哈，它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机制。那消费者进到这个房间使用了多少的时间，他在 check out 的时候，好，饭店就跟你代收，收了之后呢，饭店就照分账比例，好，跟这个代理的公司。那一般来讲，很多这种工程公司呢，他提供所有的这些设备，然后他们会有固定的抽成，那这些公司就会跟比如说像我们有 content 的公司再签约，我们等于是 content 供应给他，透过他的系统，然后他再去跟饭店就像一个通路商，然后最后就到 end user， 他大概他的整个结构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那个互动电视新闻哈，像这个都是国外，像 CNN 啊哈，或者是 HBO 的这种电影哈，你可以透过这个 on demand 的方式去选。好，那像在英国，我记得英国的 Channel 5吧，好，它的形态其实是很像台湾的公共电视，但他们很赚钱哦。那个频道就是它节目，它做很多互动性的节目，好，比如说他们可能抢救谁谁谁，好什么，然后在哪岛上，或者是我们现在共同要做一个怎样的新闻性，他们就把它变成一种操作议题上的一种使用，好，然后观众开始票选啊，然后那些人的一种
模式啦、啊、生存啦、啊，然后就大家透过电视去窥探，然后每个人从里面得到满足，那它其实是某些程度上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互动的机制。好，那么我这里要跟各位同学谈到，就是说节目的互动概念哈，在学里面的一种概念，就是我们通常要了解用户的需求跟期待，跟在了解自己的特质是一样的哈。那么我们要想的是我是什么，可是你不能想我想做什么。你想做什么不一定是观众要的东西，所以你要去想这些人他到底在想什么，他要什么。所以这就是一种顾客导向，好，消费者导向。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做这件事，我的目标族群是这个 target 的族群，那么他心里到底想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什么，那从他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再反推回来去用现在的科技的技术去做到他所要的。好像我们有时候在开发一些新的商品，科技商品的时候，有时候会落入一种盲点哈。像我听几个朋友他们在做高科技，所谓的这种这个就是做这个 IC 设计的公司，好，常有一些老板他们都会跟我说，哎，你们可不可以，你们做这行业有空大家一起吃吃饭，因为发现那种公司常常都是科技公司嘛，那工程师就开发很多新的那个晶片，就是 IC 的一些 design 的东西，那常一开发开发到最后发现不是消费者要的，可能公司就投了好几亿，好，可能他开发觉得从技术的层面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可是他在应用端呢是跟 end user 有关，他并没有真正去了解 end user 到底要不要这个东西。好，所以常常台湾现在有很多这种R&D 这种专门在做设计的公司，常常是怎样，就是忽然有些人就爆起来了，可能这个功能很受欢迎，可是有的人也常常做一堆东西是丢到垃圾桶的，就是说公司可能花了2年的研发到头来都是浪费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常常我们在规范一个新科技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去想观众要的是什么，而不能主观性的认为我们要给他什么样子的东西。那么在执行面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谈哈互动节目的一个执行面，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节目是让乐听人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哈，为一个目标哈。那么各位可以看这个，当然这很简单哦，可能看广告拿大奖啦，好，或是电视要不要办公投啊，民意调查啦，好，还有就是虚拟摄影棚，好，这个东西像我简单讲一下，像台湾的虚拟摄影棚其实蛮难发展的。我有段时间大概2年前吧，我跟很多电视台的这些高阶主管到欧洲去视察，然后你就看到国外有很多的这种虚拟摄影棚，人家都用得很棒。那照道理讲，虚拟摄影棚其实在数位化这一端哈，它的应用面可以节省很多的 cost， 而且它的应用层面非常的高。那后来我每次跟他们聊到最后回到台湾，大家就开玩笑说，哇，那个摄影棚很棒，可是很难用。为什么很难用？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是摄影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买了那些软体，可是我们碰到一个问题，没有 data。 比如说好，虚拟摄影棚，我今天坐在这边，我后面可能假装是希腊，那有没有希腊的空景？举例啦哈，可能我今天跟 Carol 两个人坐在这里，然后我们跟另外一个帅哥吃饭，然后我们要拍一个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们在棚内其实可以用虚拟摄影棚做掉，但问题就是说没有那些空白的画面。因为以前电视台在拍片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是主播，或者是我是外景节目主持人，通常出去就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怎么怎么怎么，后面空景很漂亮，可是我人就在这里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我人 delete 掉。所以现在电视台有很多的节目都是有画面的，就是你那个空景虽然很漂亮，可是都有人物的，所以它不能使用率就变比较低，因为有很多是要用这种空画面的。好，第二个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是在美术人才的培训很这个很欠缺。电视台现在比如说过去我们电视台有很多的这种美术啊设计的人，可是他们很可能过去的应用就是我今天主持这个综艺节目，可能后面的这个什么场景啊设计啊景片啊干嘛啊，这个美术也很强，这方面东西。可是如果虚拟摄影棚其实那些实用的是跟
整个数位化跟那些 software 的应用，对，那所有东西都要很熟悉。可是我们的人才呢，就变成欠缺了。那就是变成说，好，那电视台要不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好，所以变成这方面，电视台，我讲实在话，它很难培养这种人才。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在电视台上班就已经工作量很大了，那你还得要有一个地方让他练兵嘛，对不对？如果我是电视台，我今天我是电视台老总，我说，哎，我们未来电视台要朝向可能某些虚拟摄影棚，就是这样的形态发展。那我要不要有时候的电视新闻，哎，可能午间新闻或晚间新闻，我虚拟一下某个时段，我就故意来应用这样的技术，那我当然就可以培养人才啊。或者是说我电视台就故意来弄一个虚拟爱情什么偶像剧，哎，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玩一下？就是好像那个像现在有很多情境戏，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看那个情境？那个像东森就拍很多，比如说哦，这个一个摄影棚，像类似我们一家都是人，那个都是比较情境喜剧。好，那像那样子的节目呢，其实是很适合用类似虚拟摄影棚来制作。好，你的外景可能就可以兜，然后节目就很精彩。可是问题就是说，那电视台有没有那么多的 database？ 就是在这个空白画面的那些景物很漂亮的地方，或是动画的那些场景可以应用，其实是很少。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美术编辑的人才，就是要有计划的来培养。那当这两个都有的时候，那虚拟摄影棚可能在台湾就是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种发展。好，那接下来我跟各位大概要报告的就是市场现况哈，简单讲一下就是数位电视。那数位电视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性发展的一个主流的一种一个产业之一哈。那么这个其实一个很简单，就是说从这个北美、欧洲、日本、台湾跟中国哈，所有的标准跟时程，简单做一个表哈。那么当然用的规格都不太一样，像台湾我们的有线用的是那个 DVB-C 哈，然后像这个欧洲。哦，欧洲这一方面走的是像，可是像北美用的是 open cable 哈，就是规格都没有这样。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有很多人也在讨论的很厉害，就是到底我们是走欧规的、美规的，或是什么很多这方面的一个状态。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台湾其实当时就是说希望类比讯号是在今年度就终止的哈。那么像大陆的话呢，他们其实已经在上海跟广州这些城市都试播哈。那预计就是类比讯号在2015年的时候就全面终止哈。这就是一个大概全世界，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互动啊，这些数位电视的一种发展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再看到就是台湾的一个状态哈，像台湾当然这里面有分呐、啊，头端呐、啊、哈，那头端其实之前其实蛮多有线电视业者，其实因为那个钱很多啦，就是头端的设备一投下去就5亿6亿，好，所以前段时间有我也不要讲，有一些大的集团一直在谈哦，我们数位化，事实上很多人头端根本没有，也是到最近这一两年才真。